翩翩出席。哎呀，哎呦，那突然是亭亭玉立。这个亭亭最近肯定又是忙翻了，对不对？最近拍戏，对，刚拍完一部戏要上档了。哇，上次那个广告让我们好留恋。哎呦，对呀，对呀，还留恋到现在很久嘞。只说留恋，我连海报都留着。哎呦，是是是，哎，那个您拍那个会不会尴尬？需不要贴胸贴或者沙龙 pass 金丝膏之类的？金丝膏这边不会酸痛，你这边酸痛比较少。沙拉布弄沙龙 pass 跟金丝全部都贴上去，是个人大小而定。这样子吗？在这里祝福你了，谢谢宪哥。洪都拉斯。